抓怪啊！现在是我跟哈记在比谁比较快找到吗？嗯，开始找了。对啊。那我救命啊！算了，我挖掉这个了，气死。你这个我很难调，你看他叫叫就往回走了。啊、算了，回来再调好了。然后 我会问一下 Tinker 的夜市怎么激活吗？自己找，再不看我的影片啊！他有按键、哦，按键里面嘛。啊，卡住了。唉，冲啊！哎、欸，哇，我要去找中介传送门。这里哪里啊？早叫你做不做，现在才做才在问。对。这种，好的，好的，感觉是靠近哈基那边呢、欸。啊？是我往你们家走哎、欸，还是在哈基跟允月的中间？因为我这边我一直往哈基那个方向过去。允月是我开始走了吗？我已经在找啦。我从允月家这边出发的。啊，允月往哪里？我是往哈基那边哎、欸。好、哦，那在我们两个中间。在你们两个的中间。好近哦。嗯。二十，还在前面。好，走了。好，好好说话。嗯，打中介了，都要打中介龙啦。打中介龙喽，中介龙喽、哦。这边吗？介龙喽。对啊，又要继续往那边跑。嘟嘟嘟嘟嘟地图，嘟地图。嗯，哦，咦、欸，那边呢？你在这边之类的，又在往前飞，快下来！啊，算了，不要给他，应该在海上哎、欸。对、欸、啊，我的中介之眼力耶，这样超麻烦的、欸。我也觉得应该在海上。你直接合吧，你直接在我电脑那边合吧。不是啊，我有扔啊。哦，感觉是海上哦，我好像到附近了哦，爆掉啦！好像到附近喽，应该是在这一边。看到音乐喽，我看到应该是这边，应该是这边，应该是这边。在这附近喽，会不会岛上呢？哎、嗯，沉下去了。嗯，跑到这里，没有在这边，在音乐这边吧、哦。你们要找到了，好快啊！哦，这不然不是这个山，这个山吧？希望是喽。还要往上面，往上面。哎，真的，这个山，这座山哦、yeah ，在山哦、嗯，那我就往。往下挖喽，就往下喽。嗯，你们从哪里出发？搭乘电梯。耶，冲啊！领月牌电梯，往下喽！啊，谁推我？啊，谁推我？歪了啦！不要推我！哦，这沙子看到很不舒服、欸，可不可以先把它刮掉？你要先把它挖掉，把它刮掉啊！哦。到了耶！哇，好快哦！耶！哦，开始找了。等一下，有人脱队了啦！有人脱队，有人还没到。没事啊，打个指令就到了啦。哦，书柜、欸，等一下我要来收集。啊，你还要收集书柜啊、哦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因为我那边没有。钢锭哦，有很多那个、哦。这什么啊？木影的哦，这好像是回去了，可以用的。JTP。那我先去收集好了，反正这么多那个，一耶，我需要这个书柜回去装饰啊。你要丝绸之处啊？啊，我怎么在沙子里面？哎、啊欸，不对啊，我们有很多。我怎么到地表去了、嗯？为什么？多纸啊、欸！哇，你怎么在地表？我刚卡墙壁，然后我就在贴地表了。哈、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的飞行怪怪的。嗯。中介龙，你在哪？中介龙，你在哪？可以把火把打掉吗？我会瞎跳。啊，所以要在你旁边插火把，好。好，等一下我帮你插满火把。我听到杜鱼声了。我听到岩浆声跟杜鱼声了。我找到了。那个发光的人吗？对，发光的人。等一下，我迷路了。不要在我前面了，我会被雷射射到哦。哎，还在踩书柜，哈哈。那我要开炸过去哦。
开炸哦，你打爆了，我想打爆了，说想抢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些没什么东西吧？别过去了，没有啊，杜就只有经验而已啊。哎、欸，一边会痛。真理雄风有人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现在没有要养雄风了。中介之意，反送到出生点，跑开了。你炸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视频哇，用炸的过来啊，这个人要啊。等团团在收刮东西，等团团。都快好了，等等，好多东西哦，这边。高级版中介之书是什么鬼啊？天哪，这能做什么？好多，快吸起来，吸不起来。有强化钢、攀岩手套，帅。这个好像不太好做哎、欸，哈基，你这个有药吗？那个？感觉是工业的东西哎、欸，我在旁边这里，后面。你后我后面后面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它是什么强化版？高级版？有垃圾的呀，感觉是工业的东西。你什么声音？哦，高级版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黄金不是要放指路石吗？等一下，我想害团团啊。啊，他啊，我有开空气视频，没事的。丢下去。那就开门喽。开门，指路石，正中间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咚！来这里吧，中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中，哎，抱歉，我在试东西，不小心射到你了。你过分呢、欸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是想吃东西。来吧，点指路石啊！等一下，他先把他东西捡回来吧。我要先捡东西。团团又跑到别人枪口前面了，才没有嘞！啊哈，不是嘞，我真的只想吃个食物而已，太过分了。然后我就以后就决定，我要私底下把装备弄到超猛。哟，你刚才有？要走了啊、哦？走吧。好 ，Go， 三 ，Go， 一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掉岩浆里面？哎、欸，白痴掉岩浆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掉岩浆里？吓到我！那个。嘿、欸，终结龙，终结龙哎，终结龙，龙哎、欸，我们挑战不要打水晶，直接把它打死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准备受伤了、啊。可是它飞好快哦，对我来说飞得更快。它去哪了？它是有强化、啊、还是什么？我觉得我飞起来会痛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也是，我刚刚飞起来会痛。我觉得他要死了啦！你赶快去中间！哎、欸，我们没拿龙息呀、啊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带。哎、欸，你被炸飞了！我被什么炸飞了？啊？是我炸飞的吗？有可能哦。不知道。等一下，谁还没炸？哎、欸，我也被炸哎、欸！被 Enderman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中介龙会炸飞了！我在砍两刀哎、欸！是吗？哎、欸，看来好像真的有点要敲掉了、欸。哎，我觉得还是要敲水晶啊！我不管了，我要敲水晶啊！这个好恐怖啊！呀，这样我的装备飞在半空中，我都在半空中哎、欸。嗯，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哇，怎么了？没有哎、欸，龙嘞？龙嘞？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有生命条。不见了！都不见了！龙嘞？都不见了！哎、欸，阿龙嘞？阿龙嘞？阿龙，阿龙，龙嘞？把水晶打掉吗？啊？我把水晶先打掉、哦。我先打掉，先打掉。阿龙，阿龙，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借我一些方块啊？有没有方块借我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中间。这宝藏先给你，这是宝藏先给你。哎、欸，我射不出。我在空中，我也没办法。刚刚谁偷打我？上去之后。有办法吗？阿龙，我看不到我的东西在哪里啊！阿龙嘞，阿龙不见了，弄出 bug 有没有？我没有看到、欸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帮你。阿德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阿布，哦，打完了，然后呢？还没吧？打完了吗？啊，龙出来，龙出来，龙出来了。龙什么？龙、哦、出来了，龙出来了！他满血又出来了、欸，哎。对啊，
等一下，我的装备捡不回。我刚回去拿，我这里有方块，我想回去捞龙席耶。那你们回去拿一下。那个允哥你在哪里？我现在正要过去，等一下啊。我给你方块，根本挥不到。过来，过来。我要捞龙席。我什么射不出去？你会不会在虚空？不会，因为我刚才在半空中。是不是水晶都打掉了？打掉了。来来来！啊！打不到他！啊，好会飞哦！一直被锤啊！我的装备我看不到、欸，可不可以借我东西叠啊？来，你过来，我飞得很慢，哎、欸。在哪里？我现在不能抬头。我就很像缆车，你知道吗？地上，地板左边，瓷砖到了，都听燕子啊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会飞？我没事。我要等龙趴在这边再打他了。趴了。打爆你！笑，哎笑，哎笑，哎笑。我龙血很多，龙血很多。哎，借我劈！我为什么会反弹呢、啊？等一下啊。好。哎呦，他起来走，他走。哇！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好多小跟班啊，好可爱、啊。龙血在哪里？哎，我方块不够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忙着解决那个疯狂粉丝。哦，看到了，有疯狂粉丝，有疯狂粉丝。我也需要方块了。对、欸，恭喜。这都还要方块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不，我这里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？我捡中间珍珠好了、啊。这里啦。我被撞下了。我捡到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允月这里，攀岩手套。我没有东西可以攀岩啊。那边不是有柱子吗？哎、欸，柱子。没有这样，雨月你拿这个。拿水。啊！你不要再打我了。我上去。为什么传下来？哎、欸，我撞到了空气啦！哇！打死！快死了！哇！我去！为什么会缓降啊？我撞到了古关空气啊！等一下，我的装备完全没有，我没看到尸体啊。有吧？刚刚我有看到啊。刚刚尸体的纸张还在吗？在我这头上，死掉了。你在哪里？什么？是我捡到尾刀。我看到插到这里没有啊？他那个有时候会有点小误差。门开了。我没看到我的尸体啊。等一下，中间是有一个 IC 在转吗？在龙蛋那边、啊。那个是那个龙科技的。哦。哦，我帮允月找一下，我刚好看到允月的那个，我拿到了龙，有一个在地板的、啊，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个在天空的、啊，我拿到龙鳞，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这里啊，你说这里，在哪里？你直接 TP 我比较快、啊，直接 TP 我比较快，这有一个抽血的东西是这，拿出攀岩手套，仿佛看到哆啦 A 梦，有了是吧？可恶！刚刚都在找尸体，我要拿安德来泄愤。攀岩手套，要解锁到四次元宝宝百宝袋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到底在看不懂？雨渊，那我的那个法杖，还有法杖在这里，空之 blah blah， 我忘了。等一下是被吸走了，是我的攀岩手套嘞。我丢出去了，拍手还在这边。我的手杖没回来。好，我手杖在我这里，等一下。对。这所以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被爆炸死啊？你这不知道哎、欸。末影矿会传送哎、欸。嗯。对。哦。可是你们后面不是都没有爆炸了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屋顶都被弹开啊，它是弹开会爆、啊。我也是被弹开而已。我没有被那个，对啊。会不会是哈基的爆炸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不可能。哈基，你炸看，炸我。等一下，我枪没有，枪没电了。轰到没电，枪没电了。哦，这好酷哦！这我会把你穿走，烦哦。那边有那个折返门诶，要去看看。对啊。你要去看看什么？看什么新的东西吗？对啊。我没有中介证，把这边杀一下。你这边随便杀一下就有啦、啊，那帮你杀，我帮你杀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其实没进去过哎，往里面丢东西吗？就丢中间之眼、欸。打什么？丢中间之眼吗？中间珍珠吧。中间珍珠。
超中间你骗我、啊！就是你要人物塞进那里面，对对对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那我往那丢好了，等下丢外面死掉。好吵哦！真的假的？嗯，丢丢到虚空不会怎么样？但是你如果丢到弄表就会 QQ。嗯，弄表不会啊，我们都会飞啊。嗯，你们怎么窜出来了？去不去？欸、你们。刚好丢，那丢里面吧，丢里面，丢里面，丢里面啦、啊！你要刚好丢里面的有一块地板，然后直接丢到那一块，嘿，难丢。逃向远方，我明明就已经进去了，他为什么还没进去？来看有没有末影城那个啊，飞船。我怎么又掉到下来了？哦，这里矿很多、欸。